玩玩你咩？系咯，唔系制作特辑。咁其实而家咧，我系位于喺呢一个苏邦嘅 airport 嘅。咁点解我喺苏邦嘅 airport 咧？就系因为咧，我哋今日成班人咧一齐去鋸蛋餃啦。咁其实而家咧系早晨5:40啦。我同阿 Skipper 咧系已经到咗嘅。你比较近观众讲两句话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老的 vlog。完毕了，今天到。阿大师已经到啦。我系第几个到先？你系第三个。哇，到了哦！有知道啊，6:00之前，哇，好亮啊，都亮亮了。啊，有 OK 模啦，有妹啦，还有 Alan 啦，你有化妆吗？没有，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不要，不要啦，不要啦。那吓死你了！那你吓死我的观众。我为了支持这个剧，你买了很多杯面呢。是啦，这个要10罐哦。我父母他是去逃难还是去旅行？没有，真的我饿，我怕他晚上突然间要吃。哦，哪里的？你现在就懂，你多2天饿了哈。那。几点了？怎么这样迟来？跟你讲，我该烘衣服了。极搞笑，极搞笑！我2:30。OK， 我很亮了。我先讲一个东西先，这次是我第一次呢遇到有同时3个 cam 呢在拍 vlog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平时呢都是我在看其他 YouTuber 在拍啊，我已经觉得很尴尬了。现在到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是觉得很尴尬，真的是。现在我们全部人已经到齐了啊，重新介绍多一次先，有我啦，有 Skipper 啦，有 Kimo 啦，有 Alan 啦，有 May 啦，有 Anthony 啦，有 Debbie 啦，还蛮不明的大戏啦。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是要去 check in 啊，然后就可以上飞机了。OK。OK， 其实我们刚刚大概是7点这样上飞机呢，现在来到这边这个码头，什么码头啊？沙班纳杰地。这个码头呢已经是9点了，已经花了2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要准备上船了。上船过后去到我们的岛呢，就会去我们的 hotel 了。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 hotel 呢是长怎样的。 OK， 现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船了。我们坐这个船去对面那个岛是什么岛？哎，我们的那个岛是什么岛？热蛋打他妈的！你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已经是从这个大船呢，突然间呢换了这个小船了。为什么换了这个小船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换小船呢？因为我们去那边进不到。啊 ，OK， 莫讲，我们去那边的那个大船是进不到，所以呢我们就换了这个小船了。等下去到那边哦，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因为我第一次来吧。那等下去到那边哦，又再给你们看一下那边会是怎样的。OK。好了，像刚刚坐了那个车过来这边过后呢，其实我要讲什么呢？从这边介绍。好了，这样其实我们坐了这个车过得来这边呢，我们就是住在这个热当贝的了。那其实这个热当贝里面会是怎样的呢？就是这样的啦，这个是我们女生的房间。我们女生？啊，你们女生的房间。我们。你们要介绍一下你们的房间吗 ？OK， 我们的房间有两张床。我们的房间名字叫40，然后有2张床。我等下再回来啊，我先去我的房间先。这个呢，就是我们男神的房间了。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好像。OK 了，放了我的行李过后呢，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房间是怎样的。首先呢，要介绍的就应该就是我们的床了。这个床呢，它不是一般的床啊，这个床啊是可以睡2到4个人的。然后有一个电视机啦，这个电视机有一点不要讲了。还有就是一个厨啦，还有镜子啦。这个镜子呢稍微比较高一点啦，所以如果你要坐在那边照镜子的话，基本上是照不到的，是照个烂的。OK， 那还有一个洗手盆啦。镜子后面呢就是厕所了。这个厕所不是一般的厕所啊，这个厕所是没有热水的厕所，是吗？喂，好像没有热水对吧？啊，有，它有2个头啊，一个是热的，一个是冷的。OK， 这样基本上这个厕所是还可以的。这个屋子就这样很简单的介绍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Kelvin 的洗发啦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要 planning 啊，我们 planning 做什么啊？现在去海啊！我们要去海，我们现在要换衣服啊，换泳裤啊，换一些很勾勒的东西啊，就要去海了。去海做什么呢？当然是玩了。玩了过后呢，我也不懂会做什么了。我先看着。
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全部人呢已经是换上了我们的泳衣啊，我们的衣服啊。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呢，只是来吃一个午餐。吃一个午餐又擦防晒啦，又啊，你看泳衣，我来秀一下你们的衣服，你看哇，你看，哎呦，很多东西看了这一个 trip， 平时看不到东西，今天看到完。好了，叫我们吃完我们的午餐过后呢，就来到这边租这个救生衣啦，还有这个浮潜用的这个东西。刚刚听到那个费用呢，大概是好像是30块吧的。你看这个安迪。什么安迪？哇，你看主人，你比较像是背着那个背。会痛吗？这样会分两边。因为它大又硬。那个眼镜，我教你们讲戴，头发尽量不要给眼镜盖着。一直戴住的，不能脱掉。是这样的。对。所以我是不能用鼻子呼吸的，是因为用鼻子呼吸就会这样。像我这个呢，装在后面的，我会死了的。你再试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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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样现在我们已经完赛了，已经租了这些衣服啊，这些 gear 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跟着我们的 leader， 然后就上船，上船去到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呢，就去浮潜了。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浮潜了1个小时哦，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样子有几惨。好东西哦。你看这个，你看过去痛吗？那你什么 feel？ 你第一次玩这个浮潜？很好玩哦，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自己会死掉了，没有吗？因为一开始不会用这个嘛，就不知道啊。不是，那个时候是谁教你浮潜？他们。哎，等你啊，齐心合力哦，大家。首先我要。感谢这个。走。浮潜呢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做什么？回去 high tea， 然后休息，然后就吃晚餐，然后就睡觉。OK 了，刚刚呢就讲我们再吃那个 high tea 了，其实 high tea 已经吃完了，现在呢就有点。那是没有打过排球。现在呢，就有点空闲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来玩排球。Day two， 这样经过昨天玩完那个排球过后呢，其实我们过后有去吃晚餐啊，回到来呢，我们冲凉过后因为太累了，所以我们就直接睡觉了。所以你看刚刚这个 vlog 呢，那个画面到那个玩排球那边呢，过后就到现在了。其实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然后我好像忘记跟大家讲，我们这一次来的这个旅行呢，好像是3天2夜，还是4天3夜。好像是4天3夜了，所以今天是第二天。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早上呢是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个海龟的，可是因为我们睡不醒，因为昨天真的是太累了。因为昨天花了太多的精力在那边，所以现在呢，我们10:19才开始去出发。因为其实 May 啊、OK Mo 啊、Skipper 还有 Debbie 他们呢，已经是在海边那边在拍照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自己去走走啊，可能去找一下他们啊。等下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2点钟呢又去潜水啊，潜多一次水。我们现在就到处走走先了。给大家清楚的看一下这个海边。照片哇，来，然后你们刚刚拍了什么照片？有很酷很美的照片吗？有，全部露点的。露点？哦，我们来，喂，嘉豪街嚟。而家咧系2020低清选美嘅一个比赛啦。OK， 我哋嚟介绍一下先，呢个第一位街嚟，1号街嚟，嚟讲下自己嘅名啊，三围几多啊？大家好，我系 Kim Kardashian， 我原因啊，唔系我嘅嗰个广东话可能冇乜正，就系我系 Kim Kardashian， 我三围系36D243。36D 喎，好到2号街嚟，呢个唔识讲嘢嘅 ，OK。啊，佢话佢之前有生个仔大过肚，而家生咗。到3号街嚟，系
丑啊！呢个冇得拣嘅，因为呢个系我嘅。四号鸡嚟，呢个咧就泰国嘅，但系你都应该冇咩机会啊，因为嘅主人咧喺呢一度。你好 ，OK， 所以剩低咧系一号二号咧，你哋中意嘅话，你哋 comment 啦吓，之后我会送俾你嘅面油啊，系面油，全马面油，东马都面油。咩机面咩面油？一号油，一号呢个 comment 啦，你爱嘅话 comment。好啦，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拍完照片了啦，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上面呢换一点衣服啊，拿一点眼镜啊，我们就可以下海去玩了。这样我们现在呢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立刻呢就去房间 ，OK？ 真快的嘞！好了，其实经过刚刚我们吃了午餐过后呢，现在已经是到晚上了啦。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晚上9:08。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听到有点歌吗？我们呢就是在这个酒吧这边 ，Redon Bay Resort 的酒吧。对了，我们在这边喝一点小酒啊，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酒这样啊。然后我们也是八个人啦。然后其实我们来这边除了喝一点小酒之外呢，这样也是要帮 Debbie 庆祝生日一下。所以等一下要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所以你们看到哦 ，Debbie 是坐背向那个舞台的后面呢，背向那个 counter， 因为我们等一下拿蛋糕的时候不要。对，那个蛋糕会从烤在那边来。好了，废话也讲完了，现在呢就进去喝一点酒啊，然后庆祝一下 Debbie 的生日。还是还不懂。谢谢这个 Redon Bay Resort 的这个老板，他除了请我们喝16罐酒之外，他还请我们吃这个软河蟹，你看到吗？让你软啊！你们是怎样做到的？可以一起小便。好了，这样其实经过刚刚我们喝酒啊，这一天呢就是这样过了。然后明天呢，应该也会做回同样的东西。对，就是明天有点不一样。哦，对，刚刚我们在那个酒吧那边呢，老板有请我们吃东西喝酒啊，也 offer 我们呢带我们出去拍更好看的照片。所以明天呢，我们就可以跟老板去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休息睡觉，养好我们的精神呢，明天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去哪里。OK。OK。OK。明天啊。早晨，早晨，我是 Kelo。其实而家都已经唔系早晨啦，即系几点啦？11:00，还是早上？而家已经哦，还是早上啊，还是早上11:00啊。昨晚已经讲过啦，今日会同老板咧一齐去出海去另一个好细忽嘅岛啦。而家咧已经系上晒船啦。老板其实系边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老板啦。老板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Hello， 我叫宇俊，小优。小优老板你好啊，你有结婚了吗？结婚了。哦，结婚了，所以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而且老板你有女儿还是孩子先嘛？啊，有孩子啊。有孩子啊。OK。大家他有孩子啊，可以联络一下啊，联络一下。我等老板联络我。老板突然间叫我们去玩生钱。刚刚我们有填了那个生死状啊，那个纸呢是真名假，如果你死了啊，就不管他们死的 ，OK。然后鞋子啦、衣服啦，这种小孩子的衣服给小孩子穿的，奇奇拉拉的那个是。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换上衣服，做一些 briefing goal 呢，就直接下去了。希望我等下上来还看到我啦。
次的挑战有 OK 吗？我克服了，来了当杯，来了当杯。哎，真的，刚开始我只是真的很怕，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讲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可是教练教我们呼吸，吐气，呼吸，吐气，过下去的。没有，因为在去那个海之前呢，我们有做一个训练的，在浅的地方做一个训练的。那个训练你觉得会难吗？不难，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也是想放弃，不可以，因为我真的很辛苦，我不会用口呼吸，然后下去我鼻子进水，我很辛苦。然后我跟一波要放弃了，可是我们做到了哎。我看到你很辛苦哦，又左边又右边这样。不会不会不会，都是 VIP 的，都是 VIP。你有拍到一些很美的吗？有，他们比中指的照片啊，比中指，谁比中指？谁比中指？OK， 这样其实经过昨晚我们看了海龟，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是有吃了晚餐，然后我们就到了今天。其实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昨天有讲到啊，尤金老板呢他就会带我们坐他自己的游艇呢，带我们去到那个港口那边。本来我们今天早上是需要差不多六点到六点半这样的时间呢就要起身准备了，因为有老板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样早。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几天真的是很谢谢老板了，因为真的是很刚巧可以遇到老板，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这两天应该是没有这样多东西玩啊，我也不会驾到船啊，我们也不会这样自由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船，这样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其实这个四天三夜是四天三夜嘛，啊对，这个四天三夜的这个 trip 来到这个普拉惹当也是第一次来，真的是体验到很多了，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这样清的海水，OK，喷口水进去。那我们现在呢就先等一等钱，等一下再给你看一下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抵达了苏邦 Airport， 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旅行呢就是这样结束了， OK， 所以今天这个 vlog 呢就到这边结束了。记得 like 还有 subscribe Kilo 的 channel，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呢，你们也喜欢的话呢，下次去旅行我再拍，谢谢大家。